大家好，我是跳绳男，今天我们来吃八方云集。今天呢点的这两个刚好是我最爱的，就是分别是我们的泡菜口味跟我们的咖喱口味。好，影片就到这边。今天呢吃的泡菜跟咖喱口味真的是我的爱。那你们去八方云集除了煎饺，你们还会点什么呢？欢迎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。以上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追踪加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那还有我的 IG 跟脸书也要帮我追踪哦。拜拜。